있습니다. 예를 들었는데 사탕이 꽁꽁 묶였다면 가게 해줄 수도 우리가 예배를 마치고 집에 갈 때 예수 그리스도가 지켜주시고 우리가 세계 복음화 할 수 있는 건강을 주세요. 예수님의 이름으로 기도합니다. 아멘! 능력을 부르시고 새 이름을 부르시고 새로 보고만 할 수 있도록 능력을 주세요. 예수님의 이름으로 기도합니다. 아멘. 네. 하나님 코로나 걸리지 않고 교회 계획에 해주세요. 오늘도 코로나 바이러스 끝나고 교회 가게 해주세요. 하나님만 바라보고 예수 그리스도 이름으로 기도합니다. 아멘! 하나님 아버지, 저도 다니엘처럼 기도하는 건이가 되겠습니다. 예수님의 이름으로 기도합니다. 아멘! 연락하라 주는 그리스도시여 하겠시야 나리야 살아계신 하나님, 오늘도 선생님을 우리 감사해요. 감사해요. 이스라엘아 들으라, 우리 하나님 여호와는 오직 유일한 여호와이시니 너는 마음을 다하고 뜻을 다 힘을 다 내 하나님 여호와를 사랑하라. 아멘. 바이바이. 하나님 아버지, 이스라엘 백성들이 복음을 놓쳐 포로로 끌려갔었던 걸 알았던 다니엘은 하루에 세 번씩 뜻을 정하여 기도했던 것처럼 저에게도 그런 믿음을 주세요. 예수 그리스도 이름으로 기도합니다. 아멘. 나의 주 先来介绍本周登上属灵顶峰的 Remnant 啦。하나님나와교회와어린이집에구제축복이24시간임하게해주세요나도다니엘처럼세계복음할수있는영적힘을주시고5천종족어린이들과함께기도하게해주세요예수님의이름으로기도합니다아멘아멘
就来宣布啦。本周登上属灵顶峰的 Top Remnant 就是他主席 Remnant。我们主席制作祷告的窗户，像但以理一样祷告，每天享受 Remnant 的时间，真的非常棒呀。礼拜结束以后，就会给我们 Juhi 送上美味的零食哟。祷告无论身处何地，都能得到属灵力量，成为将神的约记在心里和灵魂当中的我们 Juhi 的家庭。朱希的爸爸妈妈持定主约，下周的礼拜祷告就拜托你们啦。在时代领导灾殃、被黑暗笼罩的时候，神预备了一次也没有落下的存留者 Remnant。通过将神的话语记在心里和灵魂当中的 Remnant， 救活时代和国家。通过今天的礼拜，愿望所有的 Remnant 们将这惊人的神的约记在心里和灵魂当中。各位 Remnant 们，请全都从座位上站起来，全体起立，我们来赞美阿爸父神吧。此刻我们来赞美向我们所行惊人之事的神吧。
来自天上树林的父亲。记住，不要忘记我们的身份和权柄啊！照着圣经受死，又照着圣经复活的耶稣，我们一起来赞美他。我们此刻一起同声合一告白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
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迪欧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今天将由昆拉因人们他的爸爸昆泰用指示为礼拜代祷。我们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通过今天的礼拜，在这被黑暗和灾殃充斥着的时代，请让幼儿部朋友们持定神的约，救活237个国家，并成为属灵 remnant 吧。愿传递话语的 Kim Gitte 牧师和帮助礼拜的所有幼儿部老师们都被圣灵以及宝座的祝福充满，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预先征服属灵的三青年。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但以理书3:17。这是什么呀？非常大的建筑是吧？这个教堂是建造了足有600年之久的教堂，但是这又大又华丽的教堂，欧洲教会全都丢失了福音，只剩下了这样又大又华丽的建筑。欧洲教会福音全都消失了，所以这儿就成为了过来游玩和拍照的地方。这是谁干的呢？全世界都陷在偶像当中，把偶像当成神来侍奉，离开神，就这样不幸地活着。把那个偶像当作神来相信和侍奉，因此灾殃和咒诅就持续过来。
被黑暗笼罩。这个地方是北韩。北韩的人们生活在灾殃和咒诅当中，一次福音都没能听到，就这样不幸地活着。今天就像我们执事所祷告的那样，237个国家全世界都在黑暗和灾殃当中，胆战心惊地活着。在这样的时代，神呼召了我们，呼召我们为237医治顶峰的指导者。所以现在献上礼拜的这个时间，每天享受人们的时间的这个时间非常重要。以色列全都丢失了福音，陷在偶像当中，所以成为了俘虏，被强国掳走。神通过以赛亚赐下了话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墩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身在这被灾殃充斥着的时代，预备了存留者 Remnant。并且神给了成为俘虏的以色列能摆脱出来的唯一的路，福音。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有人将这话语记在心里和灵魂当中。这些人就是在这一个月里看到的 Remnant 们。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造了非常庞大的偶像，并且说，你们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服服敬拜尼布贾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凡不服服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听见乐器声音的时候，就服服敬拜尼布贾尼撒所立的金像。但是就在那时，又不拜偶像的人们
是谁呢？就是从以色列被掳走成为俘虏的三个青年。他们的名字是沙德拉、米煞和亚伯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凡不服服敬拜的，必扔在烈火的窑中。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在听见各样乐器的声音，若服服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三个朋友回答说：尼布贾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什么？来人啊，马上把这些人扔在烈火的窑中。别随便扔进去，烧的火要比平时热七倍再扔进去。就这样，三个青年被扔进烈火的窑中。但是，就在那时，不是，那是什么呀？到底那个是什么呀？三个朋友被扔到烈火的窑当中，仔细一看，他们没有烧焦，反而是在火中游行，并且再仔细看，分明是三个人进入火中。但是现在看见四个人，王看见之后说：看哪，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那时王说：至高神的仆人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出来，上这里来吧。各位人们，他们，王说了什么呢？至高神
看看这个。这是通过把神的话语记在心里和灵魂当中的 Remnant 所兴起来的诗。王说了，至高神。今天通过献上礼拜的我们 Remnant 们，让237个国家和全世界的王都向神告白。王说，至高神的仆人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出来，上这里来吧。在火中有四人，但是只有三人出来了。神差派天使保守了这些 remnant。 这就是我们的身份。各位 remnant 们，所到之处，神都会差遣天使环绕在我们的四围。请通过天国宝座的祝福，对着我们兴起做工吧。请兴起超越时空间的做工吧。王近前来看，但是这些孩子们完全没有受伤，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再怎么看，也没有火烧的气味。圣经中是这样说的，那时王在巴比伦省高升了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神通过以赛亚赐下了话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墩子却仍存留。并且给成为了俘虏的以色列传了福音。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她起名叫以马内利，将这约记在心里和灵魂当中的 remnant 们得胜了，救活了时代和国家。我们也是如此。在这被黑暗和灾殃充斥着的时代，我们作为要散发福音之光的 remnant， 被神呼召了。我们被呼召为要救活王的 remnant。我们被呼召为见证耶稣就是基督的 remnant。 奉耶稣之名，
祝福各位通过今天礼拜时间和每天的 Remnant 时间，享受到这惊人的神的约记在心里和灵魂当中的应允吧。我们此刻来唱《请记住》这首赞美，并将准备的奉献献给神。喜乐砰砰，顶峰时间。神创造了这世界上的所有东西。哇，真的好棒呀！这是什么声音呢？这里啊，这里。你好，你们都是谁呀？这是神造的，从地下生长出来的地瓜呀。啊，原来是神造的蔬菜，地瓜呀。你好，地瓜。很高兴见到你，今天其他蔬菜朋友们也一起来玩了呢。其他蔬菜朋友们，很高兴见到你。我是西兰花。我是彩椒。我是蘑菇。哇，神给了这么多好吃的又对身体健康有益的蔬菜呀。听说今天帅气的 Remnant 们都聚在这里了呀。真的吗？那就介绍一下可以用蔬菜做的美味料理吧。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做健康美味的食物呢？好，那今天就用神所赐予的蔬菜来做美味的料理吧。
我们幼儿部的 Raymond 们也一起来做料理吧。那么先洗干净手，然后去做美味的料理吧。今天要用各种蔬菜做地瓜蔬菜披萨。我们来看看料理材料吧。需要地瓜、西兰花、彩椒，还有蘑菇，还需要披萨、蜂蜜、牛奶以及番茄酱。将使用菜板、面包用刀、勺子，还有各种碗作为料理工具。那么我们开始来做料理吧。先切彩椒、蘑菇、西兰花，切成能吃的大小。蒸红薯，然后去皮。把地瓜捣碎，用勺子切，然后戴上手套揉搓。加入牛奶，使其变得更软。放一点甜甜的蜂蜜，在碗底铺上地瓜，用勺子使劲按压，在地瓜上涂满番茄酱，把切好的蔬菜放进去，披萨芝士也放一点进去。剩下的蔬菜也再放一次。把芝士放在最上面。最后放进微波炉或者烤箱里。放5到10分钟。神所赐予满碗蔬菜的地瓜蔬菜披萨就完成啦。嗯，好香的味道呀，那我们一起来尝一尝做完的披萨吧。我要开动啦。彩椒嚼起来也很脆，西兰花和蘑菇也很好吃。今天，用神赐予我们的蔬菜做了美味的披萨。我们朋友们今天怎么样呢？那么，来介绍一下朋友们做的披萨吧。
那么再见啦。我们应该在心里种下什么呢？神的话语，福音。那么，一起来读一下要背诵的话语吧。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生命记六章六到七节。阿们。请牧师为奉献做祷告，并祝祷结束今天的礼拜。阿爸父神，在时代临到灾殃和战争的此时，感谢你将我们呼召为散发基督之光的 Remnant， 以及阻挡时代灾殃的 Remnant。今天通过我们线上的奉献，建造起用福音治愈237个国家生病之人的圣殿，建造起能将我们 Remnant 们树立为属灵顶峰的圣殿吧。耶稣基督的恩典，父神极大的慈爱，以及圣灵的做工，临在将神的话语记在心里和灵魂当中，并要救活时代以及王的所有 remnant 们，以及为他们祷告的所有父母老师们之上，从今时直到永远常与你们同在。阿们。